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蓝方选手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喋血猎人阿伊别克。阿伊别克早已经料到今年开打的战役会是场浴血恶战。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野狼哈比奇。Hayratın hayrağandar, azartın bağlı.